实在就是 SUM。 好，这台是 GT320i， 五门的，2013年，它这台里程数是98904，换挡拨片，上去很温，它左右两边不同的温度，然后它这是它目前的 iDriver， 全程都是在原厂保养，320 GT 五门的，全景天窗。它不是那种封闭式的天窗。大部分全景天窗都是做那种闭锁式的，就是一段这样子全景天窗有玻璃，然后它的天窗不是不能完全打开的，这个是可以，前面这一段是可以直接打开的。都是自动的哦。这是 iKey 跟它的自动熄火的功能，感应雨刷，它的前面的显示油耗啊等等，那目前油量还可以跑470，红黑色的设计，好、哦、像这个也是车红线的部分，它是双电动椅。主驾驶座跟副驾驶座都是电动椅的，这是前雾灯、后雾灯，然后感应头灯跟小灯、大灯，哦，这些这边都有，总共有十几颗安全气囊，主备是安全配备都还蛮多的，哦，如果说你按这个的话，它就是怎么样，你按一边就是这边。后面的这边都是它唯一的部分。如果说行驶到一定的速度的话，它后面的尾翼是会升起来。然后这台它是五门的配备，后座椅，它后面是电动尾，空间都非常的大。它就是油压感。实在就是 SUM。